大家好，我是莫涵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盖我们的大城市啊。之前的话，这边一直是生病，一直死人，可能是根据这个，就是这个垃圾焚化炉的关系啊，导致容易生病，所以我们把它这个调过来，调到别的地方去吧，扔到工业区去，或者扔到这一块啊，这样垃圾运输就麻烦了，但是减轻了这里生病的问题啊。之前一直没看到这个垃圾站。焚化炉还是放这边吧。那焚化炉只有放在居民区才会有效果嘛，放在工业区好像并不会产生那些大问题。工业区好像都正常，那就放这里了。哦，也不行，放工业区好像都会有这个问题。把这个挪走吧。把这个焚化炉给挪走。我记得这里还扔了一个什么焚化炉呢？污染严重，容易生病。挪走应该没啥事。这里就不会生病啊什么的。这是什么啊？市民病。好吧，这里污染应该是比较严重的。我们把这改造成对吧？住宅区就行了。Their mere existence transformed the landscape and made a lasting impact on our meteorologists are issuing a thunderstorm warning for the coming days. 好，雷暴雨不用管它，雷暴雨不用报，我会把这个关了。雷暴雨灾难风险没啥风险，无风险。就通知一下啊，下暴雨了啊，大家把衣服收一收啊，不要在外面乱跑了啊。可以买新土地了，我们往这边走。这里改造之后应该没有生病了吧，没有污染了吧。哎，这个其实它也并不科学啊。如果像模拟城市那样的话，这里如果之前造过那些污染建筑的话，应该还会遗留一些污染源什么的。这边是干嘛？公墓已清空。接着放遗体往里面塞就行了。这边是堆雪场，都要一个。这里焚化炉会影响到这里的市民吗？啊，并没有，只要不要贴得太近就行了。我感觉稍微离远一点就行了。这里容易生病，不过没关系，造两个应该没啥问题。这里怎么了？堵车，有好多人骑自行车，我发现现在开始骑自行车的人好多。现在我跟踪一下，自行车，哇，现在骑自行车的人很多，因为有自行车道了。我这自行车是怎么骑的？哇，一波人骑自行车。为什么这里还断呢？这里自行车为什么断了？因为十字路口嘛。哦，十字路口。哇，这一波自行车，这是在玩比赛吗？这一波自行车厉害了，这一波自行车，哇，这么多人骑自行车啊！现在溜了，可以，哇，这自行车像蚂蚁一样，一窝蜂的这个涌啊！你看，又停在这里了，一坨子，哇，这么多人骑自行车真好。红绿灯，自行车也要堵啊！但是他这个堵的爽，哇、哦、塞，一波人，这个自行车一波流厉害了！天哪，这个路口太多，容易有红绿灯。你看红绿灯一多就出问题了，或者可以改成那种泥巴路，不要红绿灯，降级成这个。高度过高，高度过高，这样吧，这个也没红绿灯吗？泥巴路也有红绿灯，你是在逗我吗？泥巴路也有红绿灯啊。总感觉这个不好，还是高速吧，高速比较短。
这里是下来的，那边是上去，我感觉这个肯定要堵一堵。这有红绿灯啊，而且这个桥有点奇葩，特奇葩。把这个医院改过去。那怎么一会儿开心一会儿不开心，啥心？好，我们把这里给造过来了，对吧？这里造过来，如果沿着边上走，加自行车道的地方，哇，怎么高了？地形偏高了，哦，造的时候这边是高的哦，没降下来吗？哟，这个沿海线就没有了，这样的，把这里的这个海岸线这边造下去，先把这一块提起来，你不提起来没法造。Refreshment. Pop soda. Belch the best. Gaze at. 哇，哈哈，啊，这一点都不，看起来都不舒服，很不和谐的这个建造方式。外圈可以来工业区，那个商业区。这里可以走商业啊，不是，这个是类似于工业类工业区，有办公楼，这边主要是以办公楼和那个位置，办公楼没有污染啊，挺不错的，他们不会抱怨。这边我们可以造一点这个，这边来一点这一个，商务楼，不是商务楼，就是啊，售货点，卖东西的，总归这里要有点买东西的地方，否则这里居民说啊，我们住太远了，啊，没地方买东西怎么办？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对吧？然后这边我们还是哎，已经造好了，这么快，来来来来，外面一圈造起来，小的也要造，先造满它，糊满它就行了。然后糊满了这边，然后糊这边。啊，这里要搞一个什么高架给穿过去。这一块我要买下来。这一共只能买九块嘛？买九块，我已经买了几块了。这边不用去买的，这边全是海，全是海。我反正有三个海岛了，这边买下来的话，这里还有一个海岛呢。这一块大的，然后这一块大的，这一块大的，买这几块。先把这块买了，啊，最多是买九块，没有模组的帮助下只能买九块。好，我先把这里的这个海边给修一下。哎，无效空间，为啥是无效空间？把这个地平面给拉起来，所以造之前还是必须要拉一下这个东西，不拉的话挺难看的。有时候这它这个地图生成的这个铁轨还是挺好的，有时候就不行，它就挡住了。这边没办法，这边这几个这个厂可以挪一下，暂停一下，把这个挪到这边。它这污染是往下面流的，所以我可以把污水放在这里，污水处理放在这里，把线再接过去。直接接这个就行了。
把这里的线给拆了，反正尽量把这个污水放在下游，这是一个最好的策略吧。如果你放在别的地方容易那个啥，容易出问题，尽量是让它往下流啊。反正那块区域我们是买不到的，无所谓的。电力吧，电力不够了，我们这里放一个这个吧，风力发电。缺电，现在大面积缺电。好吵啊，大家还在洗洗睡吧。对的，早点我可以改个策略。改个策略就是有一个什么，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规划晚上夜间静音。夜间静音旧城区。禁止除属本市或市内居民企业外的汽车行驶。啥意思？就不能开车，只能骑自行车。别的车就进不来了，那不能运货了呀。干着急啊，买买买连锁店倒了吗？我这里怎么关了那么多店啊？关那么多店也废弃了。宾馆缺工人的关系，工人挺多啊，怎么不多了？现在教育很好啊，大学啊、哦、中学不行，这边要放个中学，还在这里放个中学可以，放个中学瞬间开心了。还是不够啊，中学生太多了。这边哪里是没有中学，好像都有了，但是这里又不需要，这里又不需要中学，每个地方都有一栋中学了，好几栋中学了。我前面负的了，什么情况？哦，负的更厉害了，天哪。哇，怎么是不是这里倒闭了？这里不要搞个中学，这旅游区不需要中学、哦、这里也有影响啊，天哪，上个学还要跑这里。只能塞这里了，那边塞不下了。不过还是放那边去，放住宅区这边会比较好。放这里吧，这里正好差一点。一片叫好，中学，哎呦，小学也不行啊，还要放一个小学。这里要来个小学吧。这里怎么噪音污染了？市民病了？为什么这里容易病啊？这里有污染吗？噪音污染？没啥污染啊。噪音？健康度还行啊，这里医院不是有吗？医疗不是在这里吗？我的钱都是在倒贴啊，市长的心在滴血啊，市长的心正在滴血啊。你看你们没事生病怎么会生病呢？这里都正常啊，这里没有什么异常点啊，没有啥异常点，为什么这里就仅仅这里生病了？这医疗设施跟不上吗？那医院的车呢？医院的车呢？我直升飞机就出动了，我把直升飞机给撤了，先关了。直升飞机好像是在这边的，这个维护费太贵了，2000多呢。我关掉它，我可以省很多钱，完全靠医疗设施够运了。你看这么多救护车过来，我的天！
你们这救护车厉害了，那么多救护车，一来来三辆，要么不来，要么全来。通宵开趴了，我爱我城专一什么？我不说过晚上禁止那个什么？哦，6万多块，这钱反弹厉害了。这钱反弹有点厉害。外圈全部是这种吗？办公楼。这么小也能造，造什么办公楼？这能造吗？哇，这都能造，这么小一栋哎，感觉是海景办公楼。这外圈全是办公楼吧？现在这个办公楼把它拉上去。把办公楼围住这一个交通道路啊，隔一下噪音。我记得有停车场的，冬季公园广场，什么包扩展包，立体农场，城市立体农场是社区农业的终极解决方案。自然生态博物馆，这只是放着看的吧，这玩意。这个维护费多少？400美元，还行，便宜。造一个立体农场，立体农场放这里，放这种地方，放在我们顶点，放在这种地方。哇，瞬间开心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十字交通路。哇，堵了吗？这里啊，交叉路过距离过近了。这还停车了？我记得有停车场的，停车场是在哪来着？忘了。哦，我们接下来就是飞机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货物转运站。就是两条线都要。那正好拆掉一个这个。造一个货物转运站在这里。哎，去哪了？这里。空间已被占用，还不能造这玩意儿。哦，这个是地铁啊，这铁轨吧，这应该是铁轨。哎，不是，是一条路。挪动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挪这里。不能啊，不能挪动啊。啊，我可以取消吗？这个设定有问题啊，掐掉。这移动还没法正常移动了。哇，重新安装还要钱。这总是会显示这种奇怪的东西。这应该能挪了。哎，怎么鼠标出问题了？这游戏问题挺严重的。啊，如果我这里弄成这个样子行吗？看一下能不能直接造这个。哇，我的钱啊，我的钱又在滴血了。哎，有了这个就不能造这个东西了。
只能这样，它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护的。这一造他们就不开心了，有必要吗？哎，我怎么又造了一个？这边这个拆掉，怎么又造了一个？我的钱啊！我的钱啊！我的钱就啪啪啪往下掉，就这样吧，把它连一下，加自行车道就行。从车道就行，不用自行车，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自行车。这变窄了是啥意思？还不要变窄，变窄太难看了。到头了，绕个圈。哎，怎么直接造出来了？这路口大一些，但是再搞个单向的吧，我觉得。搞单向的，让它只往一边走。只能往一边走，只能这边出。只能单向走，不能拐弯。这样就不会堵了，全卡在这里。你要过就过那个路口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十字路口就有点烦了。这个改成单向，这里还能停车，厉害了！这里还目前没看到骑自行车，因为是没有自行车道嘛。我改成一个自行车道。这也能骑自行车，就是整个城市都能骑自行车，这样可以减少他们用车的问题。然后自行车骑到这里就不能骑了，有毒。骑到公交车站就不能骑，这边还能骑骑。这也是单向的吧，我记得。哎，单向道我就不去变成。它没有单向自行车道的。哦，有的。绿化单行。啊，绿化没有自行车单行，只能骑到这里。啊，他们骑车吧，少年们。骑车的时候到了，这里为什么不能扩？铁轨已被占用。试一下拆了，哇，这车自行车道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我没改升级啊，我不想改升，拆件啊，拆这个往上抬一点。哇，车子浮空了，呦我的天，厉害了。改过道路之后就这样了吗？好了，我们这边全走自行车道，这边也是自行车道，他们会骑自行车，地上可以骑自行车了，大家可以到这里来旅游的时候骑骑自行车，对吧？把这里也改一下，这里也改成自行车道。我们要
环保，这样可以降低一些车辆的使用。也绕着一圈，中间就不让骑车了。都不开心了，为什么改成这个就不开心呢？有啥区别吗？我让他们骑自行车就不能停车吗？商户不能停车不开心了吗？这算什么逻辑啊？这个逻辑有点虎，就是不能停车嘛，真是。不让停车咋的？你看，有些会抱怨，有些不会抱怨，很奇怪。我找一下这个停车场是在哪里。我记得里面有停车场这个设定，怎么会没有停车场呢？公共交通里面有吗？我记得有停车场这东西的，有可能是公园里面的。这是送的广场停车场，是不是这个新建资产？这是我自己造的新建资产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停车场，这是模组给的一个停车场。哇，这样停车就好多了。诶，真能停上去啊。这样这个停车场真可以，模组没下错，真能把车停了。那我就把这个停车场盖在那边吧，我们那边停车场没有，导致就各种堵。哦，哇，足球场，4000块每周。哦，建立足球队，拥有自己的球队啊，那下集我们可以搞足球场嘞，足球场也是个 DLC 啊。温泉宾馆、雪橇乐园、足球场挺好的。这里好像真的没有停车场，这里面全没有，这里面是一些公共事业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啊，大楼皇家荣耀，还真没停车场。哇，航天发射机，这造了有什么用吗？电视台，新闻工作者，电视台这里可以搞一个，就在这里吧。电视台搞起来，我们有自己的电视台了。电视台是什么业务呢？啊，这是一个旅游业务啊！我的天，因为我的钱呢、啊？我们再造一个停车场，刚刚停车场是在这里面，公园里面。最后一个应该是，我记得是模组下载给的。这里要搞个停车场，呀，它可以插在楼里面的吗？这停车场有点假，一边是空的，一边是有的，一边是空的。再多造几个停车场吧，感觉把这个小公园换成停车场就行了，那么就不会把车停在里面了。哎，只要80块，特便宜。多造点停车场，它只占一格，其实边上那一格是假的，我都没看出来前面。这个车啊，停车场造上去，它会插到房子里去，有点怪，但是真的会有车停进去，这倒是真的。耶，为什么会有人站在这里？呜、哦，一波人，这真的有停车的，虽然看上去像一个访问的东西，我记得停车场官方应该是有的，但是我不记得在哪里。如果看视频啊或者看直播的观众知道的话，如果这个可以告诉我一下。
对吧？我不记得停车场在哪了，公共视野里面还没翻到，特别是交通里面也没翻到。哦，是研究大楼。大学生还可以往里面挤的，这里可以再塞一个。OK， 那么这集啊我们先到这里了，也是终于把这一个城市啊扭转过来了啊。虽然有时候这个收入会暴跌啊，也可能是人员流失的关系，或者死亡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，然后呢导致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，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去快速解决，只能让城市慢慢自己发展起来啊。所以呢我们以后还是要慢慢造啊，这个道路拥堵啊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，然后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道路拥堵。你看这里开始堵了，这里开始堵了，哇，3.2的雷暴啊，3.2的雷暴应该危险不大吧。我的天，怎么一下子危险那么大了啊，这不管它了啊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下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